健美先生，郑凯元先生，健美小姐，严桂宇，健美先生，健美小姐，不得了哦，身材都非常非常健。郑凯元先生，今年贵庚啊？还好，还好哈。那通常在你们这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常看你们摆很多很漂亮的一些姿势，哎，今天为我们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讲解一下，他现在所展示的这个肌肉是胸部还有手背。正面二头肌，整个整体的肌肉的均匀。哦，正面二头肌，还有胸部、胸大肌。胸大肌，这个最主要是斜方肌。斜方肌，对。还有手背上的线条，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讲的阔背肌，倒三角形的阔背肌。哇，这个要练成这样子非常不容易啊，很辛苦的，非常非常辛苦。这个最主要是看他侧面胸部的肌肉跟线条，侧面胸肌，侧面，哇，有力量。从意大利、欧洲很多雕塑品都是这种姿势啊。而且健美这个运动是不分年龄的啊，你看像我们郑国手这样子，还可以保持这么好，实在是很不容易。我郑国手会跟几何？郑国手一直不敢透露。刚刚问他的时候。还好，当然维持是蛮要有恒心。好，好，非常精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陈国手。来，陈国手，陈国手表演几个动作。代表美国的啊，代表美国的。好，正面二头肌。正面二头肌。好，胸肌。胸大肌。胸大肌。对对对。侧面胸大肌，好，不错了。好，这样子，这国手帮我们介绍，你讲一个动作，他就要自己比出来。张国手一起来，代表台湾，一个台湾代表对一个美国代表，来，双头肌，双头二头肌，双手二头肌，双手，双手，双手二头肌，双手二头肌，两个头，两个头，好，继续，下一个是什么肌？侧面胸大肌，侧面胸大肌。我看你们两个是搞飞机啊，我看。胸大肌。其实看他俩没怎么好看，我们看叶玉卿的嘛。对对对，算了算了算了。连桂来，连桂。双手正面二头肌，好。侧面胸大。大肌，这真的你你哇，你很像选美，你就这个动作遇到对手了。手背，这个是练三头肌。三头肌，这个地方三头肌。你也是在选美。哦，你现在动作比较少。健美事实上是真的蛮好的一种运动，他们能够锻炼这么好的身材。郑国手，刚刚一直在怀疑您今年贵庚几何，没有人敢回答。还好。还好，还好，很年轻了。对。不过今天三位既然来到节目当中，面对这么。